上的弯跟距离有记住，好不好？对，慢慢照，对不对？距离啊，这边，我们可以用主语来教他嘛。是啊。别怕我，我来打这个两下面。但是你们进来过了，过了地方是吧？我好上过中心线，中心线，我上家，他就往那边跑，他自己往那边跑，就是说。因为我放在这里嘛，他当然会在这里。他为了不碰这个，他就是往那边跑。为了放你的中心线。对。哦。这样子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他只看这边。这样子。哦，知道我是防御手而已。哦。防御手就是拉着，对吗？嗯。好，就起来，请问你点一下我，你穿 BIP。我管肌肉的，对吧？有啦，他只爱转。我会觉得我会怕伤，走下去了、啊。这我动的最少，我离开中间很少。他猎者离开中间很多，所以你也就变成你指挥了。看我，看我。所以你只要把这个第一手拿下来。第一手要压下来，你全怕我，是吧？我咧低调，有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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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死了还是我都可以。要向中央讲，就再平地啊，死了就死啊。所以我动我离开中央，对，那个其他运动很厉害。哎，对，第一路还是起调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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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是怕打到最松，就最紧。你要打他，不要去打了解一下，对吧？那你就带一下。那你就直接去想，你就在中心做了。那你就只要直接打自己的脸就好了。那你要帮他打。他自己会去闪。哦。因为我会怕。对，没有，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太高了，打自己的脸就好了。哎，对。然后压下来，直接压下来，大。哇，这压下来压了。我看见了，现在过电了，我停了。啊，不是做多久？啊，这两个打了就好了。哎呀，我电给那个反。所以你还有第二个呢？啊。蒸发者第二的，做得到的，光的，光的接受，要光的。因为我的高度大部分都是这样子，比较有弹性。然后下来，接到手就往下压，拖下来，这么拖下来，来来来，对，拖下来以后你要那个举重的夹耶，就很简单，放在那嘛，对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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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